来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强悍的女人。哦，盖伊，你是特别喜欢强悍的女人？没错，今天这个特别强悍，肌力与体能上面的强悍。你说的难道就是那一位？没错，大声说出她的名字吧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强悍女人，麦。盖伊，我们来决斗吧！哇塞，这是神力女超人的造型是吗？我也是有备而来。哦，这个是什么队长？永和队长。好了，还是来好好介绍一下我的妹 ，A.K.A. 徒手训练大师。你知道今天来我的频道，我们要来拍什么？跟盖伊拍片不外乎就是体能竞赛吧。没错，就是体能竞赛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的比赛项目是什么？可能像徒手间歇的，算是高强度训练吗？哦，这其他一直。这个都要放下去的。哦，不，那个我们大家都已经见识过很厉害，我们今天不比徒手间歇训练。我觉得大家好像不太知道，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对你的印象就是，在居家训练，那徒手高强度间歇有氧非常强，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，美还有一个项目是连我都会很惊呼的，这个项目叫做引体向上。是。就看到你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被激励到，但我是认真的，就是因为女生比较少可以达成引体向上。那个单杠都准备好了。可是，在那之前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。哦，没有仪式啊？对，有一个秘密武器。噔噔噔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的肉桂卷，而且它这个是特别苹果日报选为最好吃的肉桂卷。哦。这是什么突如其来的业配？你是有在代言？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上次破我自己的引体 PR， 就是因为我早上不小心吃了一个肉桂卷，然后想说好罪恶，然后我就多拉了两下。请享用吧。我不分你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是我的。你这样，我让你在你最好的状态下来跟你挑战，待会输了就没理由。嗯，我想吃哦，好吃哦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要来进行一分钟的单杠挑战赛。我们的规则就是在一分钟之内，看谁做的次数多。跟你挑战之前，我有 IG 私讯问大家说，要怎么样才会觉得，男生跟女生一起拉引体比赛，什么样的规则才是公平？什么我的次数啊要除以多少啊，或是说，我要负重伯仲来跟你比赛？然后又有人说什么，因为我体重本来就比你高，所以我们就正常。之类的，但我听过一个我觉得最好的讲法，就是说，因为我78公斤，你50，他们说就是把你加到78，就我们两个就，哇塞，你突然讲出你的心声，好直率啊，那个直率的回答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以研究显示，天生的基因而言，这不是我在乱讲，就是女生天生上以上半身的肌力而言，是男生的30到40%。那当然，经过锻炼之后，女生的潜力是无穷的。那我这样子让你一步好了，我就50%，所以你要加到100公斤。这样子你很吃亏。其实妹讲的没错，因为我们男生在成年之后，因为睾酮素旺盛，是女生的十几倍。好几十倍，然后可能健身又更强，所以说我们的骨骼肌本来就比女生还要来得再发达，所以像在做这种单杠啊、卧推或是各种体能训练，就男生还是会优于女生一些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的一分钟引体向上 PK 赛即将正式开始，就我们的神力女超人妹先攻。今天我妹代表全国所有的女性跟男神盖伊进行 PK， 我一定会不负众望，拿出我最好的表现。来，准备好就来哦 ，Go！ 三，真的是很强哎，还有50秒。40秒，几个？14。哦，14个，还有31秒，16、17、18、19，好猛啊！
哇，还有20秒，19，可以了，我点了，你还要负重哎，哇，全国女性，21，还有10秒，22下，22下，还有5秒，5秒，再一个吗？再一个吗？再一个23，20，时间到。很强很强！我现在不过你拉了几下，我还蛮高兴的，因为我第一天测的时候13下，所以我进步了10下。你的第一天是多久以前？2周以前。2周以前，然后13，然后23。天下的和平就由我来守护了，我一定会为全天下男人的尊严赢得这场胜利的。哦，是啊。哇！该一只袜子，该一只袜子。这个，真的，其实这么好干什么、啊？这个掉出来20公斤，输也是无可厚非啊，全天下男性。就体谅一下。好，来，该就定位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开始。50。好，该10下。16。30。哦，改一下，是不是19下了？19下。哦。20。20秒了吗？20。21。7、6、5、23，要平手啊！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可是你一边笑一边抖。
看排不出来，已经讲出来了，真是。我觉得盖还蛮有本事的，错。但是我这一招可能比你再稍微再更厉害一点点。嗯。再一个，哇，不错不错，这招有算，我在想要怎么对付。好，我想到了，来，这个好酷哦，太猛啦！青蛙吗？其实做的没有很漂亮，做的有点丑，我的脚位抬很高，但有朝一日可以把这招练得更强。还有招吗？我勉强还有一招吗？真的假的？不太确定这叫什么，但是有点像反手的单手。大概知道这招，这招非常吃握力，单手握力，因为他把重心移在单边，他的左手是。有点像是练单一的前身，有些人也会练，也会这样子去练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之前也是看你这样子。我有。想看看我还有什么招？来，是时候拿出你的绝招了。就是呢，先把自己拉到90度，然后开始慢慢摆荡。不要再说我喘了，你哪来的肉桂粉？这个妹送的，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嗯，你们这样子感觉，等一下突然有一个广告都不意外。运动后的美食是最甜美，真的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那如果想认识妹多一点呢，他的频道有很多居家徒手高强度间歇有氧的影片，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。谢谢。还有他的 Instagram。谢谢。那就到这边。那就这样。拜拜。大家拜拜，下次再见。